妈都老爱当冠军。谢谢你啦，有啊，有管理，感谢人足济话。阿妈就是我咧看电视，你莫甲我乱。你感觉你对上水啊？我心上水。脸书粉专 K 台湾日前举办高雄最正店花选拔，众多俊男美女不分老少前来参加，只要按赞数最多的参赛者就可获得黄金奖牌。没想到统计结果出炉后跌破众人眼镜，按赞数最多的不是什么正妹，而是王宫火锅的头家们阿娥，获得 3.5 万个赞拔的头筹，网友对这个结果觉得实至名归，而帮他报名的孙子则打趣地说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头家们也在脸书上和网友们道谢，谢谢网友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祝你身体健康，谢谢。你要讲谢谢啊？对啊，谢谢啊。嗯。啊，毕业。安娜。毕业。阿娘。嗯。谢谢。阿妈，你知道他弄哪一张照片去参加吗？你有先看过吗？有啦，他有看过，因为当下就是他坐在椅子上，他坐在椅子上，然后我就说阿妈。我给你报名一个比赛，他说你是要给我报什么名，不要被毙了。然后我就还是没有听他的话，我就报上去这样子。对啊，然后就事情就变这样。阿妈，啊，你知影得第一名，你心情是安怎？足好诶，我无想到，我想阿妈都老爱当冠军。谢谢你啦，这个我了谢主持啦。还是会有人特地来看阿妈，但因为阿妈脚不方便了。我嘛唔知伊个迄个报名，我第一接伊讲阿妈来，我甲恁上，啊我嘛唔知我讲你上讲你如何管理，感谢人足济话。阿妈就是我咧看电视，莫甲我乱。你感觉你对上水啊？我甲对我嘛唔知，我心上水。